这是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送你的礼物。这个我不需要。你现在在家吗？我马上给你送过去。你别，我忙着呢，你千万别送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养宠物有利于精神健康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可是，我没养过这种东西啊。哎呀，就是条金鱼，你试试看，没关系的。你不要扔掉啊。我以后会考察的。哎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怎么拉了？哎，你别吃啊！你不能吃这种东西。你不能吃啊！诗雅，竟然。前段时间大名鼎鼎的美妆公司 NL 招募代言人，你也知道，这种情况咱们公司的艺人都会争先恐后的去争取。我呢也是挤破了头才跟品牌那边递上你的资料，虽然说希望渺茫吧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一下，对吧？所以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们说你已经成功的进入了公司的复选里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真的。明天我们就要去 NL 的总部参观，然后商量下一步的合作啦。太好了。人比我想象中的还多，毕竟是 NL， 想争取机会的人很多。嗯，不过你放心，在我眼里你最好看。各位好，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各位来到 NL 公司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到来。在给诗雅打电话吗？嗯，你看，好奇怪，都无法接通。怎么了？金淼，走吧，颁奖典礼马上开始了。帮我订张机票，我现在要回去。什么？今晚可是颁奖典礼，这么多组合，只有你一个人获得了特别奖，这样的机会不可以错过呀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，现在必须走。哎，辛巴，喂，辛巴。喂，诗雅，是诗雅吗？不是你打给我的电话吗？怎么还问是不是我？你就不能盼我点好是不是？黄色戒严令不是开玩笑，最近很多吸血鬼都失踪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今天只是去一个公司没有信号，你好好巡演，那我挂了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辛巴的喜爱，他对这个奖项真的是特别重视的，不过真的是因为一些突发的原因他不能来到现场，真的是很抱歉。